滚！干什么了？我出去没有啊？吃煎饼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宇。广大网友都说我很厉害，比如说为什么母老虎，说我天天在家洗喂小宁，小宁没有男人样，在家没有一点家庭地位，到底是谁欺负谁啊？看看我给小宁欺负的，亲一块紫一块，看看。他现在在这个家庭地位已经很高了，非常高。我现在带你们去看看，我带你们去看看他。干什么了？我出去没有啊？吃煎饼。你怎么理他？哈什么他？我不怕。啊？我不怕。你怕我？嗯。过来。过来。干嘛？哈什么的？我害怕。我害怕。嗯。我到底？你看我害怕。嗯。我有害怕吗？啊？害怕。害怕，宝宝。我是母老虎吗？再哈，再哈，站直！谁给你吃的？我不是，我饿。你饿？不要再吃了，不要再吃了，听没听到？把饼给扔了，不要再吃了，放桌上。我饿。胡辣，谁给你吃的？胡辣，我饿。胡，胡不住啊？好不好？不好。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好不好？好好。你怕不怕我？啊？不怕。不怕。说。哎，不怕。怕不怕了你？怕怕怕。你家庭地位高不高？高。说。高高。家庭地位。高。不高，到底高还不高？好不好？高不高？不高。等你管管，算你还有这良心。对你好吧，知道我对你好就行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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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的了？啊，整个看花看花，一都看海了，脸上看了，衣服都看海了，怎么的了又？我弄你的吗？没，是不是我弄的？没当没弄我妈。没弄整成这样了。妈妈太痛苦了，妈妈。走。怎么弄这样子？让我